苏妹啊，我今天来找你是想让你帮我一个忙。张哥，有什么忙我要帮你的呀？你先说能不能帮吧，你能帮的话我就说，你不能帮的话我还是不说了。啊，张哥要帮什么忙？你先说了，我才能看能不能帮得上你呀，张哥。是这样的，苏妹啊，我想给一个女孩子买部手机。 但是我不知道该选什么颜色的好，我想让你去帮我选一下，毕竟你们女孩子的眼光都差不多。啊，张哥，你要给女孩子买手机吗？是你姐姐吗，张哥？啊，不是我姐姐，是我喜欢的。啊，你喜欢的呀，张哥。对。 张哥，我又不懂手机的，我不知道选什么颜色好。张哥，还是你自己去选吧，我真的不会选，张哥，你还是走吧，我真的不会选，张哥。啊，苏妹啊，你就说这个忙，你帮不帮吧？ 不了你，我真的不懂手机的，我选的颜色，你那个你喜欢的女孩子肯定不会喜欢的，张哥。还有，就是张哥，你会有喜欢你的了，你以后就真的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觉得这样子真的不太好。那好，苏妹啊，就像刚刚你说的。 只要今天你愿意帮我这个忙，以后我就不来找你了，也不会再来打扰你的生活了。你看我们也认识了这么久，你就当帮朋友一个忙了。行吧，毕竟你也帮我这么多，今天这个忙我帮你，但是帮我这个今天这个忙以后，以后就真的不要再来找我了，张哥，真的这样真的不太好。 还有就是，等一下，如果我选的那个手机颜色，如果是你那个你喜欢的那个女孩子不喜欢的话，你也不要怪我啊。不会的，苏妹啊，你选的她肯定会很喜欢的。那行，你先去车上等我吧，我把这个茶换好，然后我换好衣服，我就过来找你。来，我来帮你一起吧。不用了，张哥，我自己来就好。那好吧。 哎，苏妹啊，你换好了呀？换好了，张哥。那先上车吧，来，我给你开门。哦，不用了，我自己开就好了，张哥。啊，这样吧。你好吧。你系好安全带啊。啊，好。张哥，你坏车了吗？没有，这是我借的同事的车，这个车底盘高一点。 上来方便一点，所以说我借的他的车。哦，你系好。好，那我们先下去啊。哎，苏妹啊，这里有个卖手机的，我们就在这里看吧。哎，苏妹啊，你怎么了？下一站的。不是，你怎么哭了呀？没有，我怎么可能哭呢？就是刚可能就是坐车的时候。 你不是把那个窗户打开了吗？可能是什么东西飞进去了吧。苏妹啊，你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张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怎么可能？张哥，你就别逗我了。那好吧，那我们进去看一下吧。走吧。对，你看一下有没有喜欢的啊？ 都好贵呀！怎么了？都好贵呀！没事的，手机都是这样的，你就选一个自己喜欢的，颜色好看的就行了。张哥，我还是不选吧，是你自己选吧。不是苏妹，张哥，你就别为难我了，你自己选吧，我真的不会选，自己选吧，别为难我了。苏妹啊！苏妹啊！
张哥，你买好了吗？对，买好了。你看，你没帮我选，我就自己随便选了一个。我也不知道这个颜色，我喜欢的那个女孩子她会不会喜欢。张哥，只要你买了，她肯定会喜欢的吧？哎，张哥，这是什么手机呀？我给她买的这个是苹果的。苹果手机吗？对呀。听说这个苹果手机很贵的耶，张哥，你真的舍得给她买这么贵的手机啊？我喜欢的女孩子，就算给她买再贵的，我都愿意，我都舍得的。挺好的，张哥。哎，我都挺羡慕那个女孩子的，你能对她这么好，挺羡慕你们的。也挺，就是也替你不高兴吧。你能遇到自己喜欢的女孩子，也替你挺开心，作为朋友。对了，什么呀？这个手机其实我是给你买的。张哥，你别给我开玩笑了。我没开玩笑，真的是给你买的，什么呀？给我买的。对呀。张哥，你真的是给我买的吗？真的呀。你干，吓死我了，张哥，你怎么这样说呀？你干，你不是说你有喜欢的人吗？我把我吓死了。来，快收下吧。不是，张哥，我自己有手机的，这个太贵了，我跟你说。不是你那个手机，上次我看见到后面都烂了，而且那么卡的，都用不了了，你就收下吧。是的，能用的，真的就是太贵了，你自己留着用吧。真的，这个太贵了，我不能收，张哥。不是，你快收下，我自己有用的，快点，快点。真的不能收，张哥，你听我的，真的这个不能要的，我自己留着。啊，那你不要手机，那这样吧，那我带你去吃个饭。不用了，张哥，我不饿的，我准备现在差不多我也要上去了，张哥。不是，什么？你看你跟着我都跑了一天了，现在你手机也不要，然后饭也不跟我去吃，你再这样我真的生气了，你就跟我去吃饭吧，好不好？走吧，快点走，我带你去吃个饭，然后我再送你上去嘛。对，走。哎，苏梅啊，你怎么不吃呀？是不是这些菜不合你胃口呀？没有，张哥，这些菜看起来就挺好吃的。那你快吃呀。张哥，就是我有些话想跟你说。有什么话你就说呀，没事的。张哥，就是你以后能不能不要像今天这样骗我了呀？就是你今天跟我说你有喜欢的人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就突然就莫名其妙就很难过。就是你知道吗？就感觉上一秒你能够被人捧在手心，下一秒就被人摔得很惨那种感觉。就是我不喜欢这种感受，我接受不了。不是苏亮，你别哭啊，你别哭，我以后不这样了，我以后不开这种玩笑了，你先别哭好不好？对不起啊，是我的错，我不应该开这种玩笑的。没事的，张哥，你下次就别这样了啊。好，我以后不这样了。那你别哭了，快吃吧，好不好？你别光吃那个土豆呀，来，多吃点这个肉，好不好？来，谢谢。没事，来，快吃吧。苏梅啊，你吃饱了吗？吃饱了，张哥。吃饱了，那个单我已经买过了，然后我过去还有点事，我先过去，你在这个门口等我一下，好不好？你要过去吗？对，你就在门。先上去吧，张哥。没事，你就在门口等我，我马上回来，好不好？在门口等你啊。好，我先过去了啊。这是我给你买的奶茶，你拿回去喝吧。哇，你给我买了奶茶吗？对呀。啊，谢谢你啊，张哥。快拿着，然后我送你上去吧，走。我自己去就好了吧，张哥。你看你又来了，快点来，我送你回家。那好吧，走，我们一起回家。